面质、静质，俗也不为而闺门之礼，唯恐不堪，不敢忘命。就这，啊，回头咱也来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真的，我爹仿佛已经快死透了。仿佛？啊。世子，你要是搞不定你爹，我就去搞定你爹。我不会。老大，老四呢？你别说。啊，对，我刚才好像看见沈公子了。沈公子？沈望言啊。哟，找我呢？谁找你？你谁啊？怎么，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了？你说什么？许大人，恭喜许大人沉冤得雪呀！还要感谢新管事在危难之时伸出援手。小事儿，小事儿。你们继续。真姓许啊？当然了，我又从来没骗过你。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春夫人，吉时已到，请上。好，快！哎呦，快快快！有什么不懂的呀？可以来问我啊！吉时，别错。怎么就不？你还傻站着干嘛？还不快坐下！我坐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快坐吧。好了。我觉得我戴这个头发有点怪怪的。没有，快坐下吧。我坐了。别说了。吉时到，迎新人。敬茶。许书记，禁止，戒之，夙夜不为而救孤之命。玉母大人，请。
旨，禁止卒业不为儿闺门之礼。诺，唯恐不堪，不敢忘命。你脸上褶子都你稍微给我咬我，你们这么动我怎么画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都站好别动，笑一下呀。那个大家听口令笑一下啊，来来注意啊，来三二一拍。